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第二位。待会我们请这个三位歌迷朋友拿着冰淇淋，然后也跟我们的肯尼一起来合照，好不好？哇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就很专业了，有没有？架势十足。刚刚有练习是有差的哦。好，来，OK，好，那麻烦来，我们帮我把冰淇淋先放到旁边，我们一起来合照。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改行了。改行，哎，这样就这么容易让你改行？还蛮顺的嘞。蛮顺。好，冰淇淋哥哥是的。好，我们来拍张照吧。来，我们拿一支冰淇淋来喂歌迷朋友吃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现在来看前面的这样机。好，肯定我觉得啊，歌迷朋友特地来到这里，不只是合照而已吧？你要不要亲自喂他们吃冰淇淋？你手上拿着冰淇淋来喂歌迷朋友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样子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难忘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就邀先请。你吧，我怕你要融掉了。我们要不要一起站到前面来一点点？来，然后肯尼，我等一下要跟你换一支麦克风。好。好，那我先把麦克风放到旁边来。好。OK。好。有幸福的感觉吗？有美味的感觉，我们一起来拍个，来。喂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前面这样子，然后请两位也站在旁边好吗？一起吃的感觉，好，我们站在旁边来，好，看前面的照相机，还要再来再一次哦，再看一下前面的照相机，然后我们亲自喂歌迷朋友，可以吗？OK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这三位歌迷朋友，非常的哇，lucky 哦。